来来，对，穿了穿了穿了，快穿赶快穿，不要可以要穿啊！对不起，你的嘴巴在哪？没事，没问题。哦，嘴巴在这里，对对对，稍微指引他一下。我一直在选择娇娇，我觉得我的选择可能会因此有不一样的改变。心里没有觉得就吃醋还是有吃醋，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认识，但是我觉得属于我的时间，我会好好让他认识我这个人。不要往下看哦，不要往前看，慢走。哎，今天不会把我淘汰啊？啊？好勇敢哦，可以。直接无尾熊抱，哎，有点不爽。昨晚的梦太傻，我自以为是的牵挂，你要我说过爱他，现在也不过这样。你如果三个要选一个，挑一个，一定得要保的。我如果说真的投一个人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投给韩城。要请你们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是。对不起，永杰。马萨克罗多吉达，咿呐哟咿呐哟吼呀，咿呐哟咿呐哟吼呀，吼咿哟咿咿哟咿吼呀，咿呐哟咿呐哟吼呀，吼咿哟咿咿哟咿吼呀。收看《恋爱上线中》online。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鸡赖猎人学校。是的，是的，是的。掌声欢迎巴赖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你来这边。你好。奈何？奈何？奈何是我们阿美族“你好吗”的意思。不要讲错，不要跟别组讲一样的话，他们听不懂。是啊，对对对，我们有一点觉得，我以为你刚才讲的是客家话，有一点，对对，有一点像，对不对？对对，因为那个啊是那个啊用鼻音，好用的，啊哎吼，是是，不好意思，初来乍到，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水莲部落哈，水莲，对，就是水莲村，这边是三面环山，然后在我的右手边那边是东方哈，对，一面环海，对，那我们这边是吉赖猎人学校，吉赖猎人学校，吉赖猎人，吉赖就是阿美族的太阳哦，我们是太阳猎人学校，太阳猎人学校，来吼，丹尼好干木，马乌拉干咪，就是你们来，我们非常的开心，谢谢。叫巴奈，巴奈，巴奈就是阿美族的糯米的意思，糯米姐姐，糯米姐姐，对，因为稻穗越成熟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垂下来？垂下来的话，意思是说我们做人要谦卑，不要骄傲，谦卑，谦卑，谦卑，不要骄傲，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对对对，是要谦卑，不是谦卑不罪啊！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吉赖猎人学校哈，太阳猎人学校这边主要是教。那个我们这边在地的生活智慧，山是我们的菜市场，海是我们的冰箱，然后呢，那个山也是我们的五金行，是，更是我们的游乐场，太棒，哎，所以你要什么样的？你要食物有食物，你要工具有工具，然后也是老人家隐喻做人的道理，是，例如黄藤，我不知道黄藤大家认不认识，就是要像黄藤一样。它倒下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勇往向上。太棒了！哎，这都是先人的智慧来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男主角的这个排位赛呢，也要借这个场地来进行啦。该不会就是在山里进行大逃杀吧？哦，这样我们进行今天进行的游戏规则，哎，要麻烦白鹰哥啦。那我退出了。没有，我们今天呢玩的游戏呢，这个射山猪。哎，不，没有。不射山猪的，现在这个时候不射的，我们就是有一个牌子呢，我们能把你男生喜欢的，你直接呢，
喜欢哪个女主角，你就射哪个女主角。射，把她射死。等一下，我看起来像山猪吗？不像，但是她是心里想的那位。大家放心，我们第一轮的排位赛呢，姐姐会先示范怎么射，才能射中红心又不死，重伤不死。对，就我来射你就好了。其实我们这个呢，就是爱神丘比特的箭。啊，对啊，好不好？哎，看射到哪一位呢？那就是呢，他今天呢，搭档的一个对象啦。哦，对对，那如果呢，不好意思哦，同一位女主角中了很多的箭，那就由女主角来选择啦。哦，要选择哪一位男生？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哦，这个单元叫做爱的神射手。是是是，哎，这很刺激耶。哎，对呀，这忽然想到的。如果射歪了，射到白云就要跟白云配嘞。啊，可以吗？不可以。对啦，啊，那这是你人生的大不幸啊。啊，那因为今天呢，哎，台风过境啊，好不好？但是呢，不阻扰我们呢这个交朋友的决心。你放心，风雨生信心，我们今天还是要给他进行下去。而且来到这个部落，原住民不管下大大的雨，他一样该去猎山猪还是去猎啊？对，他们原则上真的真的。哎呦，原住民有很多成年礼。淋雨射箭，是，这是真爱耶！真爱，淋雨你一定会跑啊！不会不会，你以为他纸扎的？嗯，干嘛跑？对，没事，哎，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再进行我们这个单元了。是的，那我们男主角都准备好了吗？哎，只有四位了，好不好？哎，那其中有一位呢，我们今天也是看他最后一面啊，好不好？什么？绝对不要落到是那一个落选的人。而且今天台风很大，回去会危险哦，不要留，不要，对不对？今天被淘汰的比较惨呐，对啊，车可能都停了，好不好？对，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观战区啦。那这边四位勇士们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Go！好了，全员来到我们射箭比赛场啦，开心了。哎，就交给我们射箭的教练。你好，是，我叫阿豪教练。阿豪教练好。好，那等一下怎么操作呢？我们要怎么操作这个？简单的交给我。是，那个悠悠班的交给我，最厉害的。等一下男生要像他一样很帅，是，就是要够帅才会准。好，希望你们能够成功。对，那游戏规则呢，白云哥？请上字卡。好啦，好啦，好了，好啦，你看很清楚了，很清楚，可不可以有一点功用？你看一下，上面前面有三个气球，是，待会三位女主角，待会男主角呢，想喜欢搭谁就射到他，搭谁，如果射不到，那就是你的命 ，no shoot， no shoot。换下一位，换下一位射。对，哎，但是如果射错了，比如说我要娇娇，我刚好射到草莓啊，没有没有关，那就是你的宿命。哎，对，你就只能跟草莓啊，就是天的安排，草莓就是你的宿命，宿命啊，没有，宿命。反正你射到谁，你就要跟谁一组，对，跟谁搭，对，没得商量，没得商量。那如果第一箭没有射到了，哎，他就到后面去排了，准备第二轮的射击。对了，一直 run。那你会不会想，他们一直射不到，那我们会不会射到天黑？一直射不到，我们会打他。那录到几点啊？哦，小梁哥回台北了啦，赶快射！准备好了吗？那什么射得准？请教练先示范。教练先，我先示范喽。那大家看我一下，这样子。好，那这边是建立自信心的位置哈。我们正常即使在后面十八米的位置。好，对，这样才几米啊？六米，六米而已，这很远，等于才三分之一的距离啦。好，那你们。那你们要专心看哦，第一个姿势很重要，啊，姿势不对的话就那个白箭就歪了，命中率就降低了。两脚与肩同宽，对，缩小腹，抬头挺胸，然后手呢是这样子摆，这样，左手是推弓，然后右手才拉弦，嗯，定位之后就一二三，剪刀石头布，可以吗？剪刀石头布，对，因为我们在拉弦的时候，我们一般三只，这三只。那剪刀石头布，老师，比如说这个来，你不要动。好，来，它是怎么摆？好，来看我一下哦，就是这只手弄上去，这边箭放上来，好，弦跟箭成九十度，是，好，你这样子往下就会打地瓜，哎，往上就打老鹰了哦，哎，然后这样勾勾着推，哦，这是真的箭哎。站好，不伤人耶。先推弓，然后我们再拉弦，拉到嘴巴这边。不要射，不要射。
等一下我错不清楚的。然后放的话就剪刀石头布，就这样叫了放。哦。你看菩萨心肠，他舍不得射那只山猪。对啊，他喜欢你。好了，我们真正也是要交给我们的教练哈，因为待会男士你们要去射的时候，像他这么帅，好，他要射到。待会的，对，想看小梁哥今天下箭之后，对，成九十度嘛，刚刚有讲，对，你不要这样捏箭，哦，捏箭它会这样子，我会撇掉，用勾的，然后一样，左推右拉，嗯，到嘴唇这边，剪刀石头布。哇，他们两个就在同一个位置，他准到这个程度了，故意的吗？他最刚才那支箭，他就差一点没有叠在第一支箭上面，对，你知道吗？只能说百步穿杨就是这个了，太厉害了。好，在正规赛之前呢，我们有示范赛啦。哎，那焦曼婷，焦焦是，焦焦你以前有学过？我真的很喜欢射箭，如果万一哪一天世界末日了，嗯。我还有一个武器可以用。那你知道我在就是另外一个运动节目上面有射过满分30分的红星吗？你说三根都红星吗？三根都10分满分。那我好像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班门弄斧。没有啦，是就是前阵子在那个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有学，是，然后蛮厉害的哦，学的还不错，有心得，对对，还行还行。那你就给我们示范一次，对对对，来来来来。那因为呢，他这是，对，不是那个娇娇的关系，我们也放了一个白云哥的一个图案的一个气球在上面。有哦，我的图案是，对，它会射得更准。啊，上面有个云啊，上面还有一个宗教的万字在上面，是怎么样？对对对，你要往中间射，射中白云的红心哦。好嘞，屏气凝神哦。哦，它有点偏上，来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再来。好，我要抓一下，因为它跟反曲弓不太一样。没有问题，反曲弓他都知道，我们比赛是用反曲弓。他只去过行天宫，你不用跟他讲那么多。因为这个是传统弓的，对，又有风。好，谢谢。OK， 我告诉你，射不准，他还是舍不得啦。舍不得，我很棒了。没有没有没有，来来，谢谢谢谢谢谢，不错，都在同一个位置了。如果说我们的女主角其实都那么有勇气、有力气，可以射得那么准的话，那些男的如果都是擦边球或射到竹林跟地板，其实就是丢脸了。丢脸了，丢脸了。你要选这种男生吗？对对对，来来，我们就第一位来吧。第一位，好了，韩晨，请就位。好的，韩晨，加油好吗？你要射谁？讲出来。我要射阿宝。阿宝。阿宝。哦，中间偏右啦。来来。哦。来，开始。阿宝是最接近白鹰哥的哦。好心哦。拿到嘴巴。拿到嘴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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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啊？哦。哦，差一点啊，差一点，位置是对的，但是偏下方。对对，好不好？来，下一个交给下一位。下面一位，请问一下，你要射向何方？我要射向一样，阿宝。阿宝！天哪，怎么会抢手成这样啊？左手推，右手撕，嘿，完了，拉不到嘴巴哎。拉不到嘴巴，再一只手这样拉，对对对对对对对。蛇尾现在手抖得比白云还凶哎，太高了。剪刀很紧张，阿宝阿宝，不，那么棒，差一点，他姿势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距离是 OK 的，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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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阿宝就被选走了，哎，差一点点没有射中。也是算没射中啊。阿宝，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不知道哎，不要这样问，好害羞。他都不知道，他都可以啦。都可以，可以，没有，就是多方认识尝试嘛。对，都可以。白云哥也是都可以的。白云哥是随便，我不一样，我给人家个方便嘛。对对对对对。来，接着下来是我们的张毅。说真的，你昨天休息够了以后，听说今天变很猛。可以，我现在也很好。而且刚刚听讲说他真的是会射箭的。他昨天有讲，他说他的专长不是在高，是在射。哦，在射箭。但是如果是我不会讲说，哎，我的专长是射箭，万一我射不中怎么办？哎呀，也是没想到，像我一样，也是没想到讲出来就要来射箭了，对不对？来了，来，好，加油，加油，哇，好，哎，落赛了，落赛了。
下歪，它要夹，这个后置会做了。有，它是要射这个太高了，太高了。它你射到草莓。他原本就要射草莓吗？他有说要射谁吗？没有、啊。有啊，阿宝啊。不是啦，不是啦，我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吧？哦，知道，不是，你是觉得我们应该很关心你的事，是不是？不是，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每天日理万机，我还要记说你喜欢谁？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娇娇，对不对？好了，你干什么？快下一位。很不耐烦。下一位，下一位，赶快。好凶哦。我看张毅我们不熟啦，但 Jacob 要射谁我很熟啦。哎，昨天你知道吗？草莓拿他的手机给我，他说奇怪，有一个人好像我认识，他追踪我哎，好像 IG 真的还假的？已经偷偷摸摸在搞这个了，追踪全部按赞啊？对，还好吧？小动作。白人哥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就全部都追踪啦。对，你要射谁？要射谁？大声说出来啊！草莓，草莓，哇哦，草莓来了，草莓哦，草莓哦，哇哦，草莓哦，哇，哇，哇！哎，什么意思？太厉害了！你再亲啊！我射三猪，我射这只猪，太厉害了！还真的 ，hero， 哦哎，哇了，厉害厉害，好帅哦！来，他就是真的，好帅，那他射中了，那你知道，他就在那边了嘛？两个就对，来来，天哪天哪，其实没有很难，我觉得心里有动力，没有很难，没有很难，没有很难，因为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成为职能。很强哎，而且他射完以后，其实没有很难，没有很难，有戏，没有把我放在哪里，我都射不到。嚣张，哎，他就这样一拉，哎，砰就破。对，可是他一开始，他们是从头到尾这一对一开始都很相爱，就是这一对啦，对啊，来来，韩晨你要加油啦。再告诉我一次，你要射的是谁？你也可以换人啊，你换人射，搞不好会射中。可以啊，可以换吗？可以换啊，可以啊。他换了。要讲吗？哎，哪一位？阿宝。阿宝。加油加油！加油！来喽，帅一波！有一对配对成功喽。你可以的嘛，你就是可以啊，对不对？恭喜来来，白云哥，恭喜，抱一下，看压力巨大。不是啦，我不是阿宝，我抱干嘛啦？恭喜，来，真有真爱感耶！请服用，哇，太棒了！我压力山大哎，只剩一个名额了，好不好？但是如果你要设一样的。你也要看看女孩子愿不愿意 ，OK， 好，对吧？哦，也就是如果她也射中阿宝，就交给阿宝选择。对，那如果她射中娇娇，还是娇娇得走哦。对，她射中阿宝的话，他们两个就竞争阿宝嘛。对啊。那两个男生站在那边，阿宝不想哪一个就把他打掉。对，哎呦，不行啦。要录到几点？没有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射中谁，我们。他射中娇娇也是得跟娇娇一对哦，好懂，是啊，没错啊，是吗？是，是哦，是，来了，好懂，懂得厉害，懂得厉害，这个没厉害，一击锁定他的手，跟昨天韩晨的脚差不多一样。阿斗，来，什么斗啊？有打中，我有碰到射都没射中，连边都没有插上，他干什么？可是如果这样，至少娇娇没有被射中啊，这样张毅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对不对？你再说一次，你要跟谁？这次我要射的是娇娇，对，好，始终如一嘛。我还在上一趴，我真的很闹赛，然后还一直说我会射箭，我会射箭，幽默。他是不说了，我什么都不会，对不起。你真的比白云哥还幽默。小心！好，草莓，给我这样，怎么？就
射到，射到草莓，射到草莓，射到草莓。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他选那个意思，这个。这个叫做你们没想到啊，其实我要选的是草莓。这个叫做打歪了，射歪了，怎么会这样啊？这样没有比较好。因为真的，那大会现在怎么处理？大会怎么处理？就先他先站过来，先站过来，待会最后再叫草莓选。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现在只剩下你一个，对，你要玩多久就玩多久，好不好？我们就玩。转移阵地，我们就转了啊！我就是最后一个来选的。对对对对对。哎，我们不是有一种叫补录吗？就我们录完以后，他再留下来。等一下，好了吧？谁？我还是想选阿宝。哦，阿宝，他要射的是阿宝。阿宝了。是阿宝，是阿宝，快！加油！你不要射出哦。加油！等一下哦。等一下，我都在等你啊。一直射偏啊！上一个也是他吗？上好，换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后面没有人在跟你排队？对啊，我一直射，我射中为止，有没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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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时间不是时间，先不要理小梁哥，我去哪里啊？你这个时候要抬，好，刚刚是这样，你抬在那个，你没有抬吗？你没有，你刚刚是这样，所以你很吃力，你一定要把它抬。哎，等一下，你等住吗 ？OK。好，我们为了你调把，我等下往下打。尴尬，先推东西掉了，来哦，推直，然后左手的食指拿掉，你那个弄到没有？第一点，你要射谁？上面那个。好，有了啦，有了吧？哎，天哪！不行哎！好了，九颗，这样万无一失。你如果任何一颗，就我中了，是不是？对，好，如果没有的话，对，你看大家都等到已经蹲下来了，是不是？对，加油！好了，就这些了。每一颗都是阿宝哦，每一颗都是阿宝。我不敢了，加油！对，不要放弃爱情啊！对，冲了啦！对，拼了啦！我还在练习那个什么。OK， 没有，慢慢来，等都等了哈。哇！漂亮，他正中央哎！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点压力，我觉得他最后一刻的时候，我想说，对，我就是要射向正中间。对。OK， 但是我对前面确实烂了一点，对，没有不是一点，好几点，好几点，那我贴那么累，他一开始就射中间，我觉得蓝云哥今天还没运动到，要多动一下。对啊，阿宝来请就位，来就位，他现在有竞争了，哎，真的有压力给他，那现在这边怎么处理呢？这里现在很显然的就是草莓有两个男主角，他必须选出一个是他心里想要跟他一起同队。有一个是射错的。对，有一个射错了啦。没有啊，我其实有心机，我有想法。你有想法？我其实有。你确定娇娇听到这样会开心？那阿宝是不用说，他有两个男主角，本来就中意他，所以现在我们变成就是交给女主角来选择了。对对对，女主角选择了，来。对。那是什么？两个男不可以再用那个啊！我不知道哎，好难选哦。我们节目没有，没有，就是选。你要跟谁接下来度过这个？比如说是下一个关卡，甜蜜的一天还是漫长的一天呢？你自己选啊！你要选一个你最想跟他一起玩的。对对，草莓先来。草莓，你去吧。好了，不用听，我就知道。我回来了。他们两个就是从头到尾就很专一的啊。这有什么呢？对呀。变的。好，阿宝，你觉得呢？哎呦，我你感觉有讲到了，对不对？不是，我思考一下，因为。你他们两个各有各的好嘛，你讲一下，先夸奖一下人。我要男生就讲先夸再拒绝比较好啦。哎，讲一下说，哎，好人，男生他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哎，但是我要这个这样子就好。哎，旁边话讲一讲嘛，对啊，没有，应该是就是因为我前面他们两个我都有选择过，然后就是我们私底下相处我也觉得都很好，然后我原本对，因为我原本是想选韩城，但是因为我没有跟。
我没有跟他哲伟相处过。对对，所以而且他跟哲伟熟不熟到，他要看他的名牌才能叫得出他的名牌。我们这三天真的是很想讲话，可是每次看到彼此就欲言又止，没办法讲话。就是因为我想说都跟他们相处看看，对，决定对啊，跟谁比较谈？因为我跟他有聊过，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就是跟哲伟。哇，还是你刚刚看到哲伟发抖的双手，你觉得哇，好可爱，天生手抖症有没有？手抖的哦，比较好。没有，而且他不放弃的精神。对对，那不好意思，韩城。那个190了啦，对对。韩城今天要找谁？找我天使吗？啊，找我，还有辛苦你了啦。不会啦，不会啦，辛苦你了。然后我好好监督一下。好，我会帮大家看一下。好了，那我们排位赛都已经出炉啦。马上往下一个现场迈进。好，现在进行的是《爱的大风吹》。Oh my god！ 啊，大风吹大家都玩过了，对不对？听噪音一逼，马上呢就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对，没有找到的那个人呢，不好意思，你就淘汰。淘汰，好不好？那因为两两一组的关系嘛，最后只要剩下一个人，你只要获胜的。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豪华原住民风味餐。哇塞，好不好？那会不会真的可以吃到山猪了？对对对，可以，什么都可以吃到。那如果赢了会吃好吃的，输了呢？吃草。输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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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的人呢？我们有另外特殊的原住民风味餐。也是原住民风味餐啊，对对对对，啊，就是比较原始一点的啦，对对对对，好吧，好啊，那哎，如果最后剩下两个是同一队的，你们还可以吃 double， 哦对，两份，两份，两份，超级加倍，哇塞，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领唱人也就是我们的白云哥，好不好？白云哥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青草地，蹲下去，蹲下去，我做飞机。动作确实，动作确实，蹲下去。哎呦哎呦，哇！弯着腰，弯着腰，飞机。你们干嘛两个坐在一起？好了，就想在一起啊！没有没有，我不能挤你。没有没有，你坐，因为我不是你们要不？你们是同一队的吗？对，同一队，同一队，到一样的。啊，那自相残杀了啦！我不能跟你挤。不是不是，小梁他要留一个是战力比较高的。对啊，所以你不是说你不要？好，这个时候不是怜香惜玉的时候，对，是要拼到最后的。对，拼到最后，你可以跟他一起吃。对，云姐，你看，因为他的鞋。我很怕他等下被踩到，如果我们等下很激烈的话，不会不会，白云哥再怎么会激烈，那就是你留下来咯。娇娇，哎，昨天救你的是娇娇哎，我也蛮没有偏见，我一开始就是想要给他的，因为他昨天不舒服，对，我怕他真的就走一走走一走。他会休躺下来休息啊，不好意思，对呀，好不好？但是我们剪刀手不决定，没有你，可以啊，好，让他们决定，年轻人决定，剪刀手不了。我觉得你可能比较厉害，对对，我保护你，我就烂，我就烂，好。我告诉你，有时候我是喜欢这种需要被保护的男生，搞不好你这样娇娇更爱。对呀，没有，我们反正是要拼到最后，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嘛，好不好？来来，张毅先到旁边，我们拉一只走，准备好了吗？哎，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青草地，动作确实，蹲下去，蹲下去，我坐飞机，对。不行有厉害有厉害，女生打架很可怕。没事，我会帮阿宝拿到这份餐的。哦，没关系啦，哎 ，OK， 哲伟只要撑到最后就过了。哲伟，你手还有在抖吗？好霉是不是？哇塞！哎呀！哎呀，你也爆草莓了！哎呀！人家以前是橘子嘛，对，恰恰，草莓，加一个，
我们刚看到他有狗熊，真的。狗熊是什么？什么熊？狗熊，狗熊，狗熊，狗熊啦！哦 ，OK。好了，那又要拿掉一张椅子，还要拿掉一张椅子，对不对？好，刚才这一只椅子有问题，我们就把它拿掉。好的，好的，好的。哦，这很刺激耶！哎，来来来，再来，请准备。弯着腰，弯着腰，飞机坐得起，飞上去，飞上去，回到白云里。对啊，找回去，找回去，来到青草地，蹲下去，蹲下去，我回你。好美，好快一点，动作确实。蹲回去，弯着腰，弯着腰，飞机坐得起，飞上去。哦，好，我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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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等一下，这不行，对。真不行，对，他已经做好了，他已经做好了，被骂抢了。来，你是跟谁对？我跟雨熙。啊，还好，还好，还好，不是，现在我的意思说，就现在杀掉的都是单一的嘛，对，单一，没有某一队已经被消灭的，还没有嘛，对不对？而且看起来云熙很猛哎，拉拉队动作超灵巧。开玩笑，他猛到已经断掉三根肋骨的人了。对，是吗？我们现在来看哦。有一组是完整的，还在这个游戏里的。我在四面八方，我们要想办法，社会想办法不多了。好，只剩你们了嘛？对啊，对不对？联合制药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真的牵强了吧？对，击垮他。J cup 是不是？我要变，让你变成 K cup。K 很大哎，好烂哦。是什么意思？太烂了。哎，我就 K 了。K 了。好 ，K cup。天哪！啊，哎，来来来，裁判请吹哨。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彪悍而势力的对抗，年轻人有智慧，有胆量，也敢也坚强。啊！你不是要弄他吗？没办法，他有太远了。太远了。哎，好，来来来来，哎，你是跟谁？允许你是跟谁？韩晨，我哇，这一队全军覆没。而且我们刚才有战略，他跟我说我们要弄他们那一队，然后直接换来弄。啊！哎哎，你很阴险。兵不厌诈，这是战争。没有诚信的人。哎，大家到中午现在顶光都没有吃饭，为了你们好吃的那个风味餐，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啦，对不对？来来来，这个刚才有问题，把它拿出来，变成三边啊。三张哎。三张，来，给你。好，请准备。加油加油。红彩妹妹，哼啦哎呦，唱得好那么好啦哎呦，樱桃小嘴哼啦哎呦，哪里？吉吉，李泽伟，吉吉，用力吉他，不要紧张，吉吉，用力，用力，哇，用力吉，他是不是可以来帮我砸的吗？他会同时可以来帮忙吗？不可以，不可以，现在还要继续挤吗？我是怕把泽伟的范围比较大。我是怕把他挤下去，他会受伤。对了，好了，对了，对。我回一下 ，OK 啦 ，OK。因为你们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 ，I got it，I got it。强者间的战，三个都是不同组，不同代表三个，漂亮，最厉害。哇，这位不能输，来加油，风味餐，别输，别输，这个要放哪？哎，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为什么要那样？要翻过来做是不是？天啊，太痛了吧！翻过来才能做吗？什么意思？到的自己翻过来再做下去。抢走了，多移动，懂吗？是被抢走是吗？啊，是把它抢走是吗？站在原地，在原地翻起来。抢走你们改三猪啊，睡三猪啊！要不要紧啊？在原地翻开，然后坐下。对对对，在原地翻开，多一个动作。白云哥怎么那么会玩船舱游戏啊？现在是在讨论战术吗？这些吗？好的，准备好了吗？远呢，你确定？要小心哦，翻过来的时候要小心哦。我可以抽裙子吗？请准备。哎，加油！我爱我的妹妹啊，妹妹不爱我。后面我不会唱。我就是爱我的妹妹啊，妹妹到底在？哎，没有没有，是娇娇先拿到的。第一天的晚上一讲出来是钟汉的时候，真的有吓到我。因为其实钟汉当天是有两个第一名的，他拿了两个第一名，然后还被淘汰，所以当下其实对我来说有点起鸡皮疙瘩，然后也会觉得说，你就算玩得再厉害，如果女生没有看到你的好，或是没有看到你可以成为交往对象的点的话，你还是有可能会被淘汰的。是娇娇先拿到的，小心小心，我怎么会？我确定，确定的啦，这很明显是娇娇直接已经拿到了，对啦，很明显，对，很明显啦。
哇，那最后这一组全军覆没了，没关系，没关系，好不好？厉害了，有特殊风味套餐啊！哇，这一卡做的超稳的，幸运了。你从头到尾没有唱到歌，但是你都抢到位置，因为他没有被音乐控制，对对对，没有，他就一直在看。你们在专注收割，我在专注找位置。对对对了，对了，不好意思，有差。好的，好的。哇，哎，就是这两组了嘛，对不对？这两组。把你的另一半叫出来。另一半叫出来。叫。另一半叫。来。刘章毅。哇，刘章毅。哎，刘章毅到这边来，先到这边来了。策略成功哎。你看是不是我建议是对的？这个时候，哎，真的真的有。是不是留他真的就对了？很棒。有时候活泼外向的女生就喜欢内向然后文静的男生。对呀、啊。那边叫过来。叫过来。再来来来来。臭美 ，OK。真的呢，草莓怎么可以是给别人捏爆的？要捏爆也是你捏嘛，对不对？一定，哦，一定，一定，哦，哇，必须的，必须。哎，没有想，这跟我们事前预测的也差不多嘛，差不多，因为我跟你讲，草莓它真的它有它那个爆发力，很可怕。是，它就是，其实它有，你可能它私底下可能会很具侵略性，它要的它都会得到哦。啊？你会不会怕？我会怕啊，我会，可是我喜欢凶的女生，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对对，他一开始就有讲，对怎么样？哦，他喜欢台湾女生很凶，他觉得台湾女生很独立，然后比较有主见，很凶，他反而喜欢。是，他不喜欢传统的女生啦。我很凶啊，我很凶，你很凶，哇塞，哇，那他们，那我这种偏 man 的，你觉得怎么样？非常好，100分，超过100分。没有，这个就原本就是这样，有一个强的互补嘛。我觉得这就是互补。对啊，像我也是喜欢文静的男生啊。哎呦，逃过一劫了，我逃过一劫。好了，哎，恭喜两组可以获得我们豪华原住民风味茶。但是有奖就有惩啊，对不对？对对对，惩罚的是特殊的原住民风味餐哦。来，大家一起往餐厅移动。那个石头的部分准备一下。好，我先来，我先来。你们去。这个你用这个夹，用这个。这个来煮菜。好。这个要用剪的，对不对？对啊。这超可爱的。他们说是什么？就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譬如说，老公去打猎的时候，老婆就会包一个便当。过可以，我觉得说这个吗？好喽，哦，有，这个温度很高哦。我们只能浪费一点菜汤了。要不要吃一个？我要。这个不错。你看，这个肉真的不错。嗯，很嫩哦。我们一起干杯啊！快点，四个一起干杯。快好了。让他们滚一下哦。哎，我们干杯的用是什么？好吃，好吃。我们赢了哎。好，我不用问。赢了哎！先干杯，恭喜你们获胜，恭喜我们获胜。嗯。好了，这边就是拜布的嘛，对不对？嗯。那你知道你们的工作是什么吗？看起来是体力活吗？啊，倒马吉吗？倒马吉，不然吃什么大餐啊？还不赶快过去倒马吉！来，我以为是要酿米酒哎。来，这里。这个就是糯米啊，糯米倒久了就被马吉啦，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了。来，我们请一下教练。来，教练有示范是不是？当然太好了，太好了。教练都会，哪像你们只有吃饭。教练什么都会，教练又射箭又打马球。那请问一下，我要弄这个吗？那个还不需要，还不需要，先拌就好了。那个米放下去之后，然后先把它压实，压实，压到它米死翘翘。压多了，好，死翘翘。然后打的时候，直上直下，对它有仇恨，脚抵住，脚抵住，脚要抵住，它不会乱跑。然后用力这样打下去，打下去，好，再换你，可以吗？你怎么要打情骂俏啊？对，要这样了，
颗小拇指呢。啊，来来来，讨厌讨厌，可以了吗？好，来交给你们了。来来，加油加油！教练有没有规定要多少？越打越久。啊，好来，我就把它拨下去了。哇，这个真的很累的感觉。好了，可以了。差不多了啊，这样先压实嘛，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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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要得个实实的，全部全部，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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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我怕他们没有力量啊，我们要吃多一点，好，哇塞，这么啊，机会吃到胃头胃痛，好累耶，你们两个在谈恋爱哦。等一下，你这样不行，你要你一下，你一下，你一下，你一下啦。先把它压实，先把它压实。对，压实，压实一点。对。哇，哎，我真的不知道马吉是这样倒的。嘿。哦，哇啊。嘿。哎，小心，小心，小心。那个教练，你不要在旁边下，你来看看，看看。哎，其实很厉害耶。来来来，有点东西，有有有有有。那要不要什么？翻脚还是怎么样？不用不用，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到变糊状。对对对。哦，哎，会粘呢，粘出来它就不见了。对啊。哎，他如果把它弄出来，也是得吃的。是不是加点油啊？要打到烂啊！听说这个辣很辣，他们说很辣，我不相信。因为我平常吃很辣，因为我是辣椒，所以我不相信。我直接讲喽，你们不介意吼？我觉得你可以配那个山猪肉这样一起吃。我会后悔吗？你要直接吃辣椒吗？我要直接吃辣椒啊！算了，好了，你平常有在吃辣的可以试试，告诉我们，然后再告诉我们一下心得。突然犹豫了一下，好走。嗯，怎么样？我没有。好久没有。很辣！刚刚人家有提醒我们，这个真的很辣。啊，我试看看。嗯，喝水喝水。嗯嗯嗯。可是很好吃，很辣，蛮辣的，辣的好吃吗？哎，其实你们两个哦，你们两个不适合当情侣，你知道吗？啊，因为没有默契。真的，他们两个当情侣，两个不好。对啊，我们不是来交友的吗？哎呀。哎，人家我记得原住民他们在岛都会唱歌或是干嘛，对不对？阿里山，哎，不是，错，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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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要不要这样好？我们跳个那个应援舞给他，很简单，五六七八，吼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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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喜欢泽伟韩泽韩泽吗？韩泽韩泽，不过不是我配对啊，对对对，泽伟韩泽，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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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们继续打，那我们去看另外一组。好，好这样子哦。哎，对，这么累吗？Hello，Hello，Hello，哎，没有节奏，哇塞！这太豪华了吧！小心那个有点烫，小心啊，这个会烫啊！我们在煮石头火锅，他用石头下去，然后我给你们看，风是，对，他放下去了，它会一直滚啊！好刺激哦，这个好好吃的感觉。这个是他们原住民的，这个算是特色餐，这个是番茄吗？三番茄，三番茄啊！我比较想吃三番茄，我不想吃生猪肉。它叫San Francisco。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汤，这什么汤啊？因为它的汤是用野山猪肉跟素豆煮的，然后它吃起来有一种很清甜，清甜，然后有豆香跟猪肉，这应该是你们没有吃过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吃过了。然后他说这个是代表爱。就是你可以，就如果老公要去山上打猎的时候，老婆会做包便当。对，哦，对了，对了，对了，里面是有饭吗？对，它是那个这个糯米饭。那这样子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给 Jacob 吃一口。我刚刚已经把它剪开了。他现在要去打猎了嘛？然后假设你就讲一段话嘛，说 Jacob 你要安全回来哦，猎头山猪给我好吗？你要安全回家哦。好像你们给我吃，我真的特别好。真的呀，刚才是不是你先被淘汰？对。后来安好安，刚才你被淘汰嘛？对。然后来一起吃大餐嘛？对。来，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讲的？
感恩啊，你才有这一顿啊。可以这样自节一点吗？啊，是草莓要对他讲吧？对，草莓要对他讲，因为他赢了才能带你一起吃饭啊。就他打猎回来了嘛，他帮你猎到很多很多好吃的。对啊，山猪肉啊什么这些菜都是他打来的。然后你再顺便在最后夹一口，说嗯很开心跟你一起吃饭这样好不好？对，哎呀，感谢他。重新来一次啊，或者你喂他吃香蕉也可以啊。啊，吃香蕉。对啦，真的假的？你就一边播然后一边讲啊，是真的啊，你就。现在讲 Jacob， 你这几天对他的感觉，就是这几天下来还没有这样好好的跟你一起同桌，然后一起吃饭，然后现在很开心可以就是你赢得这个比赛，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你还要喂我？对。深一点，深一点，整只吃完。这个芭蕉好吃。啊，这一组是在聊天，是不是？我们在录影。哎，没有，我很认真，刚刚介绍吃的哦。因为我刚刚在煮饭，所以我刚刚。哎，这一组算是女主外，男主内，他煮饭，然后他打猎。对。对，那所以你要对他说一段感谢的话。哎，老实讲，在这边阿美族就是母系社会的，妈妈讲的是最大。女生讲的是最大，来，你要感谢她。哎，真的很感谢你今天有很努力，然后帮我们争取到这顿饭，然后这顿饭我吃得很开心。便当啊！好好好好好，谢谢。那你要平安回来哟。好，那你们继续聊你们的天。好，谢谢。先不打扰你这个欢乐时光。我带脏东西先走，好不好？乖，不是啦，我带我喜欢的哥哥先走了。来，我要吃香蕉。来，好，不是，分你一个，给你们，给你们，我们再去摘新的。拜拜。应该可以了吧？我加一点盐试试看。哎，这样你调味一下啊。嗯，我先调个味。到底有没有熟啊？你们两个。好了，现在呢，换我们的了，对不对？对。好。再麻烦两位。哎，这个一直咬呢，平常只有在下厨的。女生手比较巧。当然。没有，对不起。哎，不会下厨。学习，每个人第一次也是。我最会煮泡面了。有在吃那个手扒鸡的，大家有专业的，对，有专业的。OK， 谢谢。然后我们要去那边取，我们等吃了，好不好？我们要去那边取马鸡。我在走。怎么抓？你要抓多少？先随便给他抓一头好了。好。哇！可以吗？你可以吗？先这样好了，先这样。酱油。花生粉应该是直接这样，这样子。哦。来，你试试看有没有。有没有熟？嗯，很好吃。有颗粒感吗？有，没有颗粒感，是有花生的颗粒感。哦，不是形状的，是湿的，好吃的吗？再吃一个，那个。结果我最想喂你吃，终于喂到了。他都没有喂我吃太多了。我觉得你吃太少了，再来一个。够了吗你们啊？坐下来，我们快乱水，板哥，很好吃，其实很好吃，不好意思，你们有没有一点难为情？为什么？怎么了？你们这两组是不是玩大风吹输的？嗯，啊，你们在这边谈情说爱啊？不能吗？啊？在哪里都可以，你一口我一口。对呀，对，来，那瓶给我，那瓶给我，那瓶。除了马奇还有什么？真正的，这是算惩罚来了吗？筷子，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来，刚才教练他们讲，他们平常这一块就要配一箱小米酒。为什么？好吃够咸。这个是生猪肉，腌到熟。来，你先试试看。来，谁你们两个一组，对不对？那你是谁吃肥的，谁吃瘦的？没有，一人一块，比较不会抢。他现在嘴巴还有抹汁。来，我不管，来，那个叶子拿出来，叶子来，要包着吃啊，不是，你包以后加短喝，慢了，来，那你的呢？我告诉你，叶子就是他们盘子，对，原住民他们取之于大地，用之于大地，就是这样，来开始互喂啦，我不敢，来。不敢吃就不是惩罚啦。吃一点点。你那手到现在不要再抖了，好不好？他为什么还在抖啊？哦，你很大一口哎。谢谢。等一下，真的可以吃吗？嗯。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很特别。有没有咸咸的？有。那个要不要拿小米酒来？他不喝
久吗？再不喝酒，不喝酒。你都没有把人家，你就是指对啊。昨天不是我要跟他，我管他喜欢吃什么。相对来说，就已经是有哎啊，但是好不好吃？好吃啊。那你手怎么会抖成这样？我天生有手抖症。我也是，我也是。我们两个刚好都有手抖。你这个最厉害。你这也有哎，阿飞走过来都有手抖。你这抖的比较假，他这比较真。换你了，换你了。你是不是还在抖？来，哎，快要中风了。吃一下，你讲你口感怎么样？真的吗？这我不敢吃。口感的话是像猪肉一样。啊，它就是猪肉啊，怎么像？难不成像牛肉吗？对啊。太咸了，很咸。它很咸吗？啊，白云哥，你可以吃吗？你肾不好。对啊，白云哥，你怎么没有试试看看呢？你这种年纪，你肾不好，你还可以吃，这会不会痛风啊？对啊。哎，这个是。哇，哎，我真的我没有吃过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啊，我不敢吃生，我不要。你要给我多少钱？不是给你多少钱，弟弟妹妹都吃了，你吃一下嘛。其实也不错，你都是尝鲜。你这种用钱买得了你吗？可以。啊，可以有多少？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哎，真的，很鲜啊。哎，其实我不要。你说沙西米我们吃就算了，生鱼片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猪肉的，哦，这啊怎么样？很腥哎，很腥。你不是喜欢那种味道吗，姐姐？你还骗谁呀？我是说真的，我不行。我看看，很腥，是 OK 的哎，它是 OK 的哎，蛮香的。对啊，很香啊。没有，这饮食是一种习惯，有时候我们是不习惯的，对，我们不习惯。你们好 man 哦！怎么啦？哇哎，你知道这要两箱小米酒哎？你是为了要夺到 K 宝，你什么都要？真的哎，而且韩城就在这里哎。我现在也算是义无反顾，必须要奋水一战了。哦，背水一战，背水一战。那也要，那也要。那你吃那个太小颗了啦，你赶快肥的吃下去啦。啊！你不要勉强吃。哎，你阿宝喂你，阿宝喂你，快点来来来，来这个吗？你等等，好妈妈。你还看得下去吗？我喂嘛。他们这边是这一次又不是什么胜优胜者，当然是你喂啊。来来，那我加一块，我刚刚吃过了。啊！你不要太过分，我告诉你。有什么妈妈的感觉？更香了，更香了。谁会讲话？真想听懂。你待会打雷啊，你自己闪远一点啊。被雷劈哦。好了。他们这边呢，那我们来另外，哎，待会我们就往下一关进行了。好，那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喝口水，喝口水。哎，够够够够够。好的好的，啊，芝麻鸡，芝麻鸡。好。疯狂男女黑白切啦！哎呦，对！一看到泳池边就知道啦，清凉的要来啦，好不好？那我们这当然也是两两一组啦，因为现在都是团体战嘛。是的，对不对？嗯。但是今天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韩城这几天来怎样？他从来没有跟女主角配过对。没有吗？对。他都是跟小天使来合作进行游戏。会不会他跟白云哥的想法是一样的？会不会他从一开始他都觉得？他是要来找小天使的，是没有没有，韩城也是心有所属。当然当然当然，那所以说韩城，你要不要先选择一位女主角？嗯，就阿宝。阿宝，从一而终。不好意思啦，泽伟，没关系，不好意思。这一回合先让一下。对啊，没事。这一回合让阿宝跟韩城相处。是。这不见得是好事。要直接换位吗？嗯。啊，我不知道。能的话更好。哇。哎呦哇，还先礼后兵，你看看，君子之争了哦，对了啊，所以就是这样的组合了嘛，对不对？对，换过去变情侣装，哎，很搭哎，这里都是黑白，这里都是对啊，刚刚泽伟多突兀，还穿紫色的泳裤，刚好搭啦，紫色哎，哎呦，哇，乱点鸳鸯谱还点对了，你看到没有？很难说最后结果怎么样。好吧，那怎么样进行呢？来，我们这个疯狂黑白线呢，很简单呢，就是两两一组，然后呢，最主要是男生呢猜拳，女生互泼。
哦，对，一般牧师的概念。哎，对，以前我们都是一对一嘛。对。但是为了培养呢，这个男女之间的默契呢，对，就是男生参与了之后，到底女生要泼对方还是要挡对方，他自己看着办。对。搞不好他自己一引要马上就泼了，搞不好他自己都乱掉。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好不好？那我们就要注意他，他到底是输还是赢，他就急着拿水桶就泼了。对，先讲好，水桶要拿稳。有的我曾经看过，直接水桶扎出去的，流鼻血，不能这样，好不好？不能。还有泼错要惩罚，是不能泼错，你不能输了还泼人家。对呀，这种会，对对对，对对，好，好，那我们准备要就位了嘛，对不对？那就是哲伟跟我们的韩晨就位，这直接了吗？这两个已经就位，马上就是我们了。对，好，期待您的女伴请就位。非常感谢，谢谢。请叫做，所以他现在等于是要看到陈宇被泼哎。来，两位在这边。好，你们两个在这边。好了，好，就这样了哈。哎，小心哦，三战两胜哦，很容易伤及无辜。对对对，要不是摄影机在这，我真的很想要离开这里。哦，对，疯狂黑白配，黑白配会嘛？剪刀石头布，然后黑白配男生，黑白配男生你就配，黑白配男生你就配，你看，只要配到你知道要赢还是输哦。啊，你们自己的对，要快。韩晨，你不要傻乎乎的，你输了，他会被播哎。韩晨，对啊，他有没有醒啊？魂可以回来，回来，回来，啊，回来了啊。水满一点，哎哎哎，有的地方缺水，你知道吗？对对对，啊，我们征集用水，征集用水，因为我们这都是 recycle 的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对对，来，黑白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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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快点泼，快点，你不要客气啦。说到底，他们这一组算是胜利了，胜利啊，是没泼到啊。而且你有没有一点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没有，没有，很清楚自己赢了，对不对？我刚被哦，魂回来了，哎，这里回来了，我还是多少还是会一点，就像爱情，就是来的那么突然。恭喜韩晨获胜，疯狂黑白配，准备好了哈，黑白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黑白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你，我警告你，你小心一点，好不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赢哦！哎哎哎哎哎，我也要回来。对，你要回来。哇，你这个波澜那么有回得来吗？没关系，赶快回来，回来，回来。哎，有回来了，有回来了，坐飞机来了，坐飞机了。好，来了。黑白配，黑白配。二比零哎，口哥。活动啊！已经赢啦，赢了，全胜哎，完胜！哇，哎，真的是店店吃三碗公。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他们这个因为总决赛要开始了，对，总决赛要开始。有什么决赛？今天有奖品吗？对不对？有奖品有啦，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五星级大饭店呢，我们要提供整个香草料理的一个套餐，然后而且呢是由师傅在桌边服务的，主厨哦，主厨对对，等于是残废餐的意思，你就是不用动啊，主厨就会自己。处理好放到你的面前，这是米其林的等级耶！是是是是，所以他们四位两队要选出一队，一队就一队享有这个服务。那现在他们要 PK 啊？那这样一队他们就 PK。对，我告诉你，男对男，女对女，再平手的话再 PK。好 ，OK， 来，预备，准备，听哨音。好，来来，好了哈，听哨音。是哦，好。黑白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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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配，黑白配，男人配，黑白配，黑人配。对，很好，很好，来听哨音，没了。黑白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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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你也觉得你赢了莫名其妙，对不对？再换男生哦，准备好了，来了，也都玩过了嘛，我知道，听哨音，好，黑白配，
啊，对，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哎呦，好，好，你要一比零啊，一比零啊，哈。对，来听哨音。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哇！哇！可以，可以，可以。连续两处了，不好意思，恭喜韩城获胜。哎，那这样是，那这样他们都赢了。来来来，怎样嘛？你们再比一次，我个人再加码。我跟谁？加码，加码什么？好吃的啊。哦，我个人招待一瓶威士忌。啊，哎呦，香槟啦，情侣喝香槟，不要喝威士忌啦。比较会容易醉吗？不是啦，比较有气氛啦，好不好？来来来来来，你。我跟你好了，我先跟你好不好？来来来，什么叫做红黄黑白配？好来，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好来，准备好了，听哨音哈。黑白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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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配，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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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男生配。加水，准备好了吗？再一次。嗯哼，压一桶赔一桶，算两桶的。哦，这就是男人的战争。哦，好，好，好，你一样可以两桶哦。两桶对我，你输了，我整个把你压水吃。没有没有，两桶也是两桶，也是两桶。好，准备好了哈。男人还用这个吗？啊，对呀。沙鸡红烧饼。对呀。不要不要不要来。对呀。准备好了，听哨音。黑白配。男生配，黑白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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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配，黑白配，黑白配，男生配。啊！救命啊！大力光，哎，伤及无辜啊！你那个好像深海巨龟的感觉，你知道吗？再多一盆一瓢粉红色的拿来，我告诉你，这次我输，小梁喝一桶，三桶泼我。为什么小梁？准备好了哈，听哨音。白切，黑白切，黑白切，黑白切，男生配黑白切，黑白切。我这样，我说我没有，我错，我错。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讲。老实讲，我有点太花了。丑一，丑一，丑一，好不好？可以接受吗？丑一，好。裁判，你是公平的，是是。丁少一，来，白董可以吗？白董，小姐，不是，不要小姐，小天使，帮我加油一下嘛。好 ，OK OK OK OK， 他们可以。听哨音，听哨音。我也需要应援。应援，来来来 ，K 宝，你就随便啊，你就随便掉，你随便掉，来怎么应？哎呦！哦 ，Oh my god， 那摸头。就这样哦。摸头杀。对，我也需要这种应援。你把这里当做什么？对啊。就是一个大自然很舒服的。好好的录节目好吗？人家那是真爱，我们这是场面啦。对呀，好不好？疯狂黑白色，听哨音。嗯。黑白切，男生能配。黑白切，黑白切，黑白切，男生配。麦，我们这有麦。红黄黑白切。为什么我们这样？为什么我们全部都遭殃？那怎么了？你干嘛了？阿飞，我关我什么事啊？你们干嘛在玩？好了，那经过一番的混战呐，哈，恭喜韩城这组获胜。让我们一起去享用桌边料理大餐。哟！耶，好开心哦！现在我觉得韩城呢跟陈宇就要享用他们专属的桌边料理香草大餐。那这时候我们要请到央悦美地的主厨。嗨，主厨你好。不知道为什么少了那两个脏东西，我讲话都变得好青春呢，都有美眉声音出来了。哎，桌边料理是可以增进情侣之间的情趣，对不对？是，没错。浪漫的氛围，所以央悦美地真的很适合情侣来度假。哎，那今天你为我们这一对
就是新人，他们刚刚玩游戏玩得很认真，准备了什么桌边料理呢？我今天为大家带上我们的热压吐司，它里面的食材是我们央月美地的咖雅鸡，用咖雅鸡去做我们的热压吐司。哦，是那个放养的放山鸡那种，是不是？就是会很有嚼劲，然后鸡肉很嫩啊，很厉害的那种。好，那是我们央月美地自己去养殖的，所以这里有自己种的香草，自己养的鸡，然后都吃超新鲜，超哦新鲜的鸡蛋。是，哇塞，这样很健康哎。那我们还有除了热压吐司还有什么？还有为大家带上我们的海鲜蔬菜浓汤，还有我们的用我们新鲜迷迭香去做的冰淇淋。你是不是想参加就是我们恋爱线上？对，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想交朋友？哦，是。哦，好好好，就是我们今天特别为你们俩加码，本来是没有甜点的，但是因为白云哥把你泼得很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帮你加了冰淇淋，好不好？然后因为呢怕你口渴，还有加什么香草的现压的果汁，对不对？对，加上香草料理的鲜鸭果汁。好，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让这一对小情侣呢可以顺便培养感情，顺便聊聊，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关头，有可能有时候我跟一个男生吃饱饭哦，最后他买完单我不会再联络的，这就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啊，为什么你管我，你就好好管他就好了，你就好，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好好培养感情，因为有时候两个人吃饭是会看得出来合不合的，好吗？那姐姐不打扰了，楚楚请。你会吗？热压吐司吗？我比较会法式的法式吐司，酷。你好不像天秤座，不像金牛。对，你有点不太像天秤座，因为天秤座还是男女有差啊。没有，我还是会懒散，只是对想做的事情就是会做到底。嗯，有，你第一天很认真。没有，我后面两天有认真，好不好？你也认真，也认真，只是对，只是不拿手。对对。对不起，我可以不要放番茄吗？可以啊，谢谢。好，谢谢。好，我可以多一点。你去看。哎，你不是会做食物吗？对吧？可以露个两手。哦哟，感觉你应该是真的会做。怎样切都可以。对，你喜欢三角形、长方形。好。哎，还会摆盘呢。很丑。好棒哦！想吃，我好饿。哇！好，睡睡睡，来吃来吃。这个是什么？优格冰淇淋，这是柠檬，哦，冰淇淋现打的柠檬汁。嗯，对。为什么不感觉这一台很方便？我也是这样想。对啊。哦，谢谢。谢谢。感觉好赞。它是什么口味？但我觉得是你会喜欢的吧，嗯，就比较清爽，嗯。恋爱上线中，终局之战啊，是，好不好？真爱告白的时间就到了，嗯，好不好？那这次呢，我们这个场景呢，灵感来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好不好？因为一个在阳台上，
这边呢，我们三位、四位纯情的男子要跟他们告白。罗密欧朱丽叶，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知道啊、哦！是，可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服毒自尽哎、啊。你讲那个、啊，那中国版的我们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怎么办？好好好好好，那我们这里……那你要不要当那两只蝴蝶？好呀，公鸡。啊，好了，可以了，好不好？那一位一位来嘛，对不对？对。你们哪一位先开始？我。还有。好。哦，唯一啊。好，我直接开始。往前对。张毅，张毅。我张毅啊。他就淋着雨在雨中哎。好浪漫、啊。大声一点。娇娇。大家好。等一下，好浪漫。娇娇啦。娇娇。要不然你就讲娇娇去嘛。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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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啊！中了，中了！上去，带他下来，上去！我走了，我走了。好啊！哎，跑错房间没有了，对，又跑对的房间。哦，他好真诚哎，就这样。然后他在发抖，真的。哎，而且重点是他从头到尾都坚定，非常坚定。他说什么我都没听到，他很坚定。但是我觉得他的说法让我就是说服你了，不是，就是他让我会觉得没有压力，就是因为他一直给我感觉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跟他相处起来是没有压力的，然后我们有的对对对，然后刚刚的那个说法，其实我很害怕这种，其实很有压力，对，因为如果是我，就是很像有些人会喜欢求婚，很多人在，有些人喜欢求婚只有两个人，我就是那种两个人那种。但现在没有要求婚，只是怕这种场面就是更近。他刚刚应该下半身很腿软，你知道吗？不是，因为这种感觉，你看就很像浪漫哎，很像那种很久没有过这种浪漫的感觉。你上一次心动，你上一次心跳是什么时候？心跳，他一直都有心跳啦。那有一段日子了，好不好？可是你想到当时哦，那种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年少轻狂，那种青春的讯息，管他什么下雨，下刀子一样也来了，下对不对？下冰雹，你都会为了爱往前冲的，对，勇往直前。好，第一对成功了，希望这是好的开始，好不好？第二位，请出列 ，Jacob。哎呀，这目标明确了啦 ，From Poland。很难说，很难说。哎呦，草莓，宝贝，草莓，你又在吗？你已经在我心里。不好意思，他在呼喊草莓。请问两位男士有要跟进的吗？有没有要跟进的？哇，没有。OK。草莓，草莓。他如果不出来怎么办？草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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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啊，出来了，出来！我从第一天看到你，我心里就有感觉。这三天里面，这感觉越来越多。我喜欢你。哇！哎，老外就不一样，直球对决，我喜欢你，对不对？最后单句再讲一次。我可以追你吗？你可以给我机会吗？可以。中了，中了，看着可以，这都没有 say 的哦，好不好？各位观众，你从头看到尾，你就知道这一组是有可能成功的，对不对？对，他一直在强调他的三声了，进步了，进步了。哦，那前面呢两位呢恋情已经成功了，对，那后面这两位呢会不会就是他们的悲情人生呢？哎啊，这个就是 50-50 了，对对，一半一半。下一位，请出列。哎呦，韩城呐！哇塞，这个哎呦，这个风险超高的。阿宝，不够大声哦。阿宝，哦，有情绪哦。还没出来，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吓死我了。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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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选阿宝。啊，差点出来了。
男人的战争，真男人哲伟。哎呦哎呦哎呦，尬起来了。我有一些话想对你说。好。虽然我们只认识了短短三天，但是这三天里面，我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你。有时候很温柔，有时候很腼腆，有时候也很率真。所以我想问你，在之后的时间，你愿意给我们彼此一个更加认识对方的机会吗？换我说。哦，漂亮，抢了抢了。阿宝，虽然认识你的时间也没有很多，然后我组队几乎都跟草莓在一起，但是其实每次跟草莓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想要跟你说话。然后因为跟你聊天之后，知道你不喜欢喝酒，不喜欢吃生的，唱歌都跟我一样唱低音的，所以我今天也带来一首歌要献给你。加分加分，雨中唱歌太浪漫了啦。诚实勇敢面对自己，与你有过的所有回忆，我已经无法不想你。爱情这事很难去说定，你是否愿意给我勇气，到任何时刻都不放弃，地下的路还要与你同行。哦，只想告诉你，这是我的藏头诗陈宇，我爱你到底哦。我昨天哲伟唱情歌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好像应该不会选我，因为我是男生。我听到哲伟唱那段歌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很用心，然后有被很感动的感觉，就觉得说这个人是真的很喜欢我，所以去为我做这件事情。哎，你怎么还不哭啊？你有没有没血没泪啊？又不是何宇文，我爱你。他还有藏头诗哎，他把他写在歌词里哎，他昨天晚上写的吗？都没睡，怎么会这样啊？不是，那这样寒城，你吉他不拿出来吗？对啊，如果是你，我也唱了。你破音了啦！快点，寒城，你要拼啦！真的。先唱嘛。我不要，不要。他在想。好，那我也再来一次自弹自唱。真的假的？不要弄得那么邪趣，好不好？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你愿意吗？哎呦，我他又要想了，他又要。那你就这样想一想。对。好，我其实讲真的，因为我觉得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就有些互动都没有到就是很多，但是我们私下互动很多，但是可能在镜头玩游戏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我觉得就是选谁？因为我，但是你就是哲伟，你刚刚的歌真的有打动到我的心，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很真诚，而且是藏头诗，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比较抱歉的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相处机会，对。然后可能像韩城的话，我们虽然在节目上没有那么多的互动，但是因为私底下他也有就是可能帮我买饮料或者是帮我遮雨，我就会觉得很谢谢。那就对不起，我就韩城。对不起，对不起。韩城，藏头诗做的都没用。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我跟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互动到。哦，因为他跟哲伟比较少互动，因为他前几天都跟韩城一组、啊。没关系、哦，对不起。哇。OK， 那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让韩城上去带你下来呢？他说的没错。愿不愿意？愿意。愿意啊！愿意。韩城，去吧，去吧。哎哎哎哎，两个握手。哎呦，好了，泽伟来，不要淋雨了，快来快来，来，哎呦，还有你藏头诗改一下嘛，改成李国宏嘛，你干嘛啦？国宏干嘛我啦？何宇我不是很好，写都写了啊。
对，不用也可惜。不要啦，他现在心里搞不好，他现在是笑中带泪。不会啦，对对对，我们也是让他轻松一下。对啦，哎，这其实一个用成长。对，成长啊，对不对？像我这种长相的，你看，从以前被打枪打到大，嗯，对不对？终于等到一个爱你的人了。不，后来就习惯了嘛。我其实听到歌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吓到，我这个上面手都在抖，因为我真的没想到会这么的，就是我是真的有被打动到。那但是其实因为最可惜的点就是在于说，我们前两天的节目上的互动稍微少了一点点，对，但是我会觉得他 touch 到我的原因是因为毕竟我第一天是选他，然后中间我们试一下互动，以及到最后一天，然后他为我写歌，我会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淘汰他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终结了三天跟两位相处下来的综合感受，感受比较深，印象比较深的还是韩城。此时的心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所谓的缘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类型，那其实现在的女性也越来越独立，不管是第一眼也好或相处的过程也好，其实搞不好一直以来对到那一眼可能就有喜欢的感觉了，那我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好，也不会觉得阿宝不好，因为我们都有自己想要寻找的目标，或许下一次会更好。哦，下一次，对对对对对啦，有败不复活，搞不好过一阵子他可以再来一次啊。天涯何处无芳草，虽然阿宝真的条件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也许你的缘分就在你的左右。对，很难说。又是这样，看哪里？哎，但我觉得他的心态很好，很健康，很健康哎。而且在爱情里会越挫越勇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对，哎，你一直被拒绝，然后一直失恋，但是你还是不怕，我还是勇敢追爱。哎，对，对啊，这是真正勇敢的男人哎。好不好？真的，你看我干嘛？不是，因为你也是经历过这些嘛。对对，真的是这样。后来整个人就变态了嘛。这么感性的时候，好了，就变了个样。因为呢，现在大局已定了， okay. 对不对？就已经那个他们选出来的就是这些了，那我们就去迎接他们三队了嘛，对不对？哦，好，来来来来，我们往前走，我们去迎接他们。哦，啊，泽伟看好哈，他要留什么？他直接走了吗？好的，掌声欢迎三队新人进场。哎呦，小跑步哎，手牵手哎。哇，好，这个新娘哦，我走。耶，我们的娇娇还有张毅，来第二组 ，J-Pop 跟草莓，耶，终于吃到草莓了。第三一组，欢迎韩城跟 K 宝，耶，最害羞腼腆的一组，耶，很棒哎，好开心哦。哎，最后一组。真的很开心哎！啊，你用开心整个感染到我们了嘞，真的是跟着开心啊！对，啊，除了那三位三组贺成娇之外呢，因为呢刚刚呢饭店的这个副总呢，他呢在看到我们刚刚呢真爱告白的过程中，他深受感动。哦，因为副总也很久没有心跳的感觉了。是的，什么没有心跳？哦，心动，心动，心动的感觉，好不好？那所以呢，也为了庆祝我们这群人终于离开这里。所以副总呢加码大方送，欢迎副总出场。来来来，副总副总，哇，今天现场所有的礼物都是要送给我们，而且是一组一套，这么厉害，很大方哎，价值也太贵了吧？啊，没有这台车子，没有这台车子。那听说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副总，你是不是手上还有一个大礼？是，那这一次因为女主角住的房间就是这个玫瑰天竺葵奢华花园套房，对，它的定价是42000一个晚上，所以刚好因为这一次他们配对成功，那之后他们如果凭这个住宿券回来的话，可以在同样的房间里面再回忆这一次很美好的活动，太棒了。你是说每一组42000的高级套房哎？那如果说。张毅要来，一定要带娇娇，对不对？不可以带别人，对不对？是，这个酒店是不会干涉这个部分。对对，这是客人隐私的部分、啊。我怎么瞬间觉得头发绿绿的？没有啦，反正就是说他们以后当成好朋友之后，哎、欸，有进一步要交往的时候，可以直接再来这里重温旧梦。有时候有些情侣他会回忆我们第一次，对，刚认识的时候。对，我们在哪里认识？对呀、啊，哇。
那其他的礼物都是我们酒店非常精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制的产品，像是这个我们的滴鸡精，那这个是用我们的隔亚机去滴出来的，然后不添加任何的添加物，包含水都没有。那除了食品类的之外，也还有洗沐用品类的，像我们房间里面这几天用的也都是洗发精、沐浴乳，其实也都是我们自有的产品。那当然还有下面底下这个是薰衣草系列的，有些人他比较希望不一定是保湿，而是他希望是放松。对，那他就会用薰衣草口味，所以其实跟香草都有去做呼应。哇，谢谢谢谢副总，谢谢谢谢副总，哇，提供那么多琳琅满目啊，这么优质的商品，非常感谢副总，谢谢谢谢谢谢副总，谢谢副总，谢谢谢谢谢谢，哇塞，好丰富哦。对，那你们三队开心了哈？怎么这样子说人家？干嘛？你是不是嫉妒？你是不是很久没跟你老婆度假了？不是不是，我是帮哲伟在谈的。哦，对对对对对。哲伟，你现在心情如何啊？就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但其实还好啦，就只是看到他们幸福洋溢，然后开开心心的，我也没话好讲啊，就被淘汰了嘛，对不对？是。但是其实恋爱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对对啊，因为恋爱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对，我喜欢你就喜欢，有时候有些人很帅，但我对他没感觉，就是没感觉啊。没错。虽然你心动的女生没有选择你，但最后你交到很多好朋友。没错，对啊，大方。是。那结果，我们这个 OK 了哈 ，OK。要不要讲一下感觉？你要不要有？哦，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三位，你们也都有啊。我们其实都有准备。是。对对对对。我跟你讲。我们主持人何妈妈是不收礼物的，你不要送了哦，先这样了哦。我收支票跟钱啦，不要这样啦。我跟你讲一下，那因为我看你很常戴帽子，所以我最后决定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这个是我戴的是一管洗发精，因为我觉得。你觉得他头太臭？也不是，这几天相处下来，因为我自己这样讲，请问有加分吗？已经开始成功了，看在礼物的份上加一分吧。我加你单扣他，因为我自己是头很容易不舒服的，所以我会就是觉得说，我也想要把这个就是洗完之后舒服的感觉也带给别人。那我希望这个回去的时候，你洗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我。哎呀，谢谢谢谢，很贴心很贴心。那后面还有吗？没有，不用硬讲。对，有一个小礼物。可是你手上感觉是空的啊，你要送？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小礼物。哇，这感觉。不可能这样子吧？这样就要送钻戒啊？你现在拿出来，没有到这么严重啊？哦，真饰品，饰品。可是我像说，就是我觉得，你的脖子很漂亮，加了一个项链，我就可能会很疯。而且跟你一样哎，同款的哎，是你的品牌吗？这刚好不是，可是我是我们工商做的产品，是公司做的。哇，真的哦。哇，那整个气质都感觉不一样了哦。戴起来之后更上一层。情侣恋呢？真的，没关系，我没有情侣头皮。对对对对，情侣头香味。对对对，情侣头皮是比较内在的。对对对，他们很肤浅吗？表面这样。而且你看他在帮他整理那个项链的感觉。要这样才漂亮哦。哦，坠子在前面啊。是。对对对对。漂亮漂亮，很赞很赞。草莓，你有什么话想要跟 Jacob 讲吗？我已经胜利了，对不对？你已经没有，我害羞了，讲不出话。你怎么会突然害羞？你不是就是向来不是这种人啊？对啊，你很主动的。对啊，没有，这刚刚那太近了啦。什么东西太近了？害羞了，帮他别项链的时候。从第一天晚上，草莓在选那个男主角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Jacob， 我一定要留，谁要挡我路？”就他跟其他两个女生就说，他就是你们这时候不在，直接呛名，谁要挡我路必杀之这样啊？对，他就这样，他说我一定要留他，我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好现代，我喜欢谁，我就是勇敢说出来，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我去吸引他，就是要得到啊，是是，对，所以他也得逞啊，不，他也得到了，得到了，那韩城这一组，这一组害羞了，就是我有发现 K 宝就是感觉就是皮肤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就是这两天也玩了很多水，对，那我们手泡在水里面，就是其实有时候会变得烂烂的，然后或者是会脱皮什么的，对，所以我买了一个符合他气质味道的护手霜，要送给他。那请问他的气质味道是什么味道？这是樱花口味的，就是远看甜啊，远看很漂亮，然后会发光，
发光，但是发光的，但是你闻不到，但是近看它有内敛的美。哇塞！请问一下，你是这个产品的代言人吗？快了，快了，真感人呢。对呀、啊，而且你看他们呢，配对成功啊，哈，虽然是恋爱的开始，但是也是考验的开始。对，没错，对不对？到底呢，他适不适合你，能不能相知相守走下去，这就是看他们个人啊。但是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是。我们多久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爱情会使人变得更美好、更有冲劲、更有活力啊。对。而且你看到这三天下来啊，我觉得他整个人啊，越来越年轻啊。对。对呀，对呀，对。每次啊。这个他们呢、啊，哭哭啼啼的在那边笑，你也感染到整个。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人家说什么啊，你就每天想着恋爱，好像都没有做正经事。可是你有想过吗？比如说女为悦己者容，就是爱情使我们有动力。你看看家里的 Stacy， 是不是让你更有动力在外工作？当然，你看、啊、对不对工作，你看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在工作。对，然后就不想回家。他想急着回家，对，他还急着回家哎。对，就是如果有一个心爱的人在鼓励着你，你会很想要往前变得更好。对，所以我们这节目非常非常好啦，就是要提供一个正当的一个交友的管道啦，好不好？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谢谢。那请记得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恋爱上线中》online。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好，我应该会选色七。色七，不用讲，有了就一二三，你要淘汰谁？怕我，怕我。一节很硬。我来了。我很久没有跟男生有肢体接触。给我一个，我的爱情。